六三九，我是林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呢？好，那我们今天，妈咪今天要去哪里？要去看那个，那个哪个？明道妈妈，是不是？就是来看明道妈妈，对不对？道道妈妈要去看看。B3，走。那我们现在就前往秀影的路上喽，秀泰影城，我简称秀影。可是我是简法，我是直接简单的说一说，就秀影嘛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要准备下车喽。前方有测速照相，限速50公里。何英，前方有测速照相。前方有厕所照相，前方有厕所那个大力的，前方有厕所照相，前方有厕所照相，限速50公里，没有票哦，500公里。吃喽！好，你的猫咪，好雨中的心情，喵，哦喵，幸好是公婆防水，没关系，大家在外面。解释过了没？秀影就是我称的秀泰影城，谢谢。秀影秀影，我有看过面啊。炼狱哥哥，虽然我不是炼狱粉。待会上楼了，待会上楼，待久了。
的鲍鱼花，甜的咸的？甜的。甜的吗？注定在一起的。现在才11点而已啊。那我要坐第一排。我要跟姐姐一起坐第一排。来报名来，那个拿着。哪一个？我们位置到底会在哪里呢？六厅嘛，对不对？我以前没有来过啊。魔鬼克星，我们正在看呢。哎，魔鬼克星哎，下次爸爸找出来给你们看吧。可是你们上次好像有看过，没兴趣。这么远，那你们不要坐这里哈，你们就坐那边。一排17、18跟第二排3的12好。那你们去坐那边好了。来，小虎，你们坐那边好，这边看远，坐那边。对啊。来坐。外套自己踢腿上啊。姐姐，手后面。来。黄色衣服的小女孩，嗯，不要掉下去就好了哈。然后这个都是去后面，去后面拿来。提水上，这样可以吗？可以哈。可以哈。好，我们现在看完了电影。好。那我们现在要去吃饭喽。我们已经看完了嘛，我说过了。想到我旁边那个女的哭得好惨，没有，我旁边那个女的哭得好惨，对不对？你想到是谁吗？是啊。嗯。你说这个吗？对对对对对。哦。过一半就赢了。看那个黑色的东西跑过去，那叫老人眼花。没有，是真的。是啊。我们两个有没有踩到？哎，没有。它是在动的。有的树叶的东西啊。确定？不确定。难道是那个啊？刚才有的上旋之山跑过去的。哦。它躲避太阳，黑色的嘛，对不对？可是他那早就被太阳照到了，所以他跑过去啊。你想好看吗？好看啊。哪里好看？做梦的时候很好笑，睡得很舒服。对，做梦的时候很搞笑。对啊，所以他那个最后一只猪的梦很好笑。小心啊，这里比较高啊、哦。来就是金牛去，然后一只猪就说：“我给你亮晶晶的石头、哦。”他就去。